记得攻占正月那一夜，我们相信世界可以改变，至今决心永未变，我们决心参选市议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代表基因测议，今年年底要来参选高雄市议员旗鼓园区，我叫刘哲宇。我们今天这群年轻人，我们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年代，我们也受到很好的教育，但是我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，我们遇到，我们看到了是这个政治，这个社会体制在崩坏，所以我们决定站出来。我们这群人没有党派，也没有资源，我们出来是很辛苦。过去几周扫街，很多长辈也跟我们说，你这样子选不上，你这样子很辛苦，你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。但是你们大家还记得，在三位选运之前，大家会预料到，有专家学者会预料到，有一群年轻人跟我们一样年轻人可以阻挡马政府卖台的这个政策，可以阻挡掉我们的福帽，没有，因为这个社会是流动的，这个社会是在变化的。我们今天出来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台湾人值得一个更好的生活。我们抱着我们的理念，我们抱着我们的热情，我们想要改变台湾现在的政治。谢谢。